来来来，我们今天晚上联欢会现在正式开始啊。好，下面是我们展示大家才艺的时候。这么突然，没有准备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些游戏，就是哎，其实我们咱们这个地方按你们非常专业的话语来说叫什么，是消防队。消防队，消防队。那我们就玩一个消防队里有什么。好啊，玩过吗？玩过吧，玩过吧。主持人，我想问个问题，如果这个人说错了有什么惩罚吗？当然需要有惩罚。你先说什么惩罚？我觉得是这样，有才艺的表演才艺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开始。消防队里有什么？摄像机、架子鼓、床、摄影师、人、饮水器、篮球、电视、腰鼓、梯子、水枪。水枪，没办法了，不服气也没有用了，不服气。来个才艺喽！我真的没才艺，还是来。不是今天你不唱童话了吗？唱一个，来一个，来，唱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哎呦，我陪你唱，我陪你唱，你再唱什么？我看一下。怎么还害羞啊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你看多好，你看我们俩多好，哇哦，非常的有爱啊。换个游戏吧，你看看你们给出一个什么好的游戏。这样吧，举行一下我们平常比较喜欢玩的小游戏吧。好好好好，就是你们觉得你们谁的手臂力量大一些？哎，大陆可以，大陆可以。其实王大陆是他的外号，他的本名叫王大劲儿。好，大家好。一二三，开始。哇、哦，面不改色心不跳。哟，大劲儿加油！我弄，我使劲。加油，大劲儿！加油，我使劲。你可以的。完全没有让我的意思。我觉得两个女同志应该比一下，然后上你俩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来来来，我呢从来不欺负人。嗯，这样，我，你把你手伸出来。那我呢？你两只手好吗？你两只手好吗？你觉着呢？让着我点，让着我点，真的，给点面子好吗？爱你哦。拜拜。你昨天怎么样？还行吗？嗯，劲儿大吗？那是你决定的，你说吧，你说行就。你俩要不掰舌头的。你从这儿开始啊。好，预备备。开始。开始。哇！他确实挺有劲儿的，他太有劲儿了，我输了。然后我也派出我们这个队伍里最有劲儿的，上。小凯，小凯，哎，习惯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我们两个是连体的，他一半，然后我是拉着你的手，他压着我的手腕，好不好？一挑二呀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的。来啊！加油！加油！预备！开始！开始！加油！加油！呼叫！加油！加油！帽子！加油！帽子！加油！哎呀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了！哇！加油！哎呀，下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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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怎么了？福气步，这太厉害了。嗯。哎，你看他有全都有疤哦，真的是，这是烫的吧？你看这儿，你看这儿，啊，你这是烫的吗？是，怎么烫？是出任务时候烫的。对对对，就是有一次着火，然后热气吃到手，然后吃了之后爆皮了，就烂了，皮就是那种掉了，然后那个皮掉了之后，然后就慢慢就好了之后就变成这种颜色。我跟你说，他们这个真的很危险，因为我爸爸以前就是消防队员。是吗？我小时候印象很模糊，因为那时候我爸经常不回家，就只要是有任务干嘛，他要住在你们那儿，然后一有任务他马上要过去嘛。他就跟我说，就是每场火灾他去的时候，他路上就在想说，我一定要回来见到我女儿。就是这是后来我长大以后他告诉我的，但那时候我很小，我只是觉得我爸爸为什么每天总是不在家，还不能陪我呢？到后来我才知道他去做一件很光荣的事情，我为他感到非常的骄傲，就是我很自豪，我爸爸以前是一名消防队员，对，所以我要为你们点赞鼓掌，真的很棒。现在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完败，要出一个节目。对哦，我有一个节目，我推荐张一山来表演。他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跳舞非常非常的好看，我看他有一首好汉歌也还不错。请吧，好汉。怎么行了？不是好汉歌，唱给好汉，有什么不行的吗？救命！来来，我上过去了，上过去了。来一个羊，那你能一起唱？我好朋友，你陪我一起唱行吗？你这样我在旁边给你，那你再有点，我给你拍，大家一起吧。我给你拍节奏。哥想从来预备啊。大哥想走了啊，天上星星参北斗啊，哎参北斗啊，想尊重要一杯酒，我这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嘿闯九州，嘿呀呀嘿，你这特别像在遛狗，我感觉。谢谢好，你已经正式加入高等小队了。我据听说你们这儿有很多非常多才多艺的人啊。对，我们这个素质宴非常有才艺。什么才艺？他会唱粤语歌。哦，那必须得申请演唱一下。素质宴给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掌声来。但我其实有个小小的要求，小凯能不能也来一首？啊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可以，我觉得这是音乐才子之间的交流，我往后退一点。厉害。不是，我等一下我有点忘，他怎么弹啊？听小凯来这首非常抒情的《告白气球》，非常告白，哎呦，告白气球。哇，完了，都得唱，不唱火声的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只能饿着。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你的眼睛，和声在说我愿意。好，棒棒。钟声响起，归家的信号，在他心灵里，仿佛带点唏嘘。唱一声，上仙人，高能少年团，耶！是一生奉献。